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。段仪第二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一心谛听，不因果影响，感应相生，必然之道，理无差传。而诸众生业行不纯，善恶迭用，以业不纯，所以报有经出，或贵或贱，或善或恶，其事匪夷，参差万品。既有参差，不了本行，以不了故，疑惑乱起，或言精进奉戒，应得长生，而见短命；屠杀之人，应见畜临，而反延寿；清廉之事，应招富足，而见贫苦；贪盗之人，应见困滞，而更丰饶。如此疑惑，人谁无念？而不知往业之因所致，如般若所明。若有读诵此经，为人亲见者，世人先世罪业，因堕恶道，以今世人亲见故，先世罪业则为消灭。而诸众生所以不能深信经语，有此疑者，皆由无明惑故，妄起颠倒。又不信三界内是苦，三界外是乐，每染世间，皆言是乐。若言乐者，何异于中，复生苦受？饮食过度，变成急疹，气息喘破，骨胀脚痛，又至衣服，弥见忧劳，寒得吃喜，则恩薄念浅；热见重求，则苦恼已生。若言是乐，何以生恼？故知饮食衣服，真非是乐。又言眷属以为乐者，则应常相欢愉，歌笑无极，何以俄尔无常，数焉而逝？是有今无，相在今灭，嚎天叩地，甘心寸断。又不能知生所从来，死所去向，贤辈相送，直至穷山，执手长离，一词万劫。诸如此者，其苦无量，众生迷见，为其是乐。出世乐因，皆言是苦。或见近淡殊色，皆生时时，去其轻软，习粪扫衣，皆言是等，强自困苦。不知此业是解脱道，或见布施持戒，忍辱精进，精行礼拜，诵习之人，朝勤不懈，皆言是苦。不知是等修出世心，托有疾病死亡之日，便起疑心，终日忆此心行，无时暂止。人之气力何以堪此？若不勤劳，岂当致困？徒丧生命，于事无益。或复自秉其说，理实如之，不知推果寻因，妄构此祸。若欲善之事，则其祸可除；欲恶之事，则其余更甚。因疑惑故，堕三恶道，在恶道中悔何所及？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凡有此疑，因缘无量，且疑惑习气出三界外，尚未能尽，况在今行，云何断去？此生不断，后世复增。大众相与，方设长途，自行苦行，当依佛语，如教修行，不得疑惑，辞于劳倦。诸佛圣人所以得出生死，度于彼岸者，良由积善之功，故得无碍，自在解脱。我等今日会离生死，
以自可悲，何容贪著此二事中？今者幸得四大未衰，五福康裕，由行动转，去来适宜，而不努力，富裕何待？过去一生已不见地，今生空执，复无所证，于未来世以何嫉妒？辅义论心，慈悲情报。大众今日唯因劝客努力勤修，不得复言，且宜消息。圣道长远，一朝难办，如是一朝还复一朝，何时当得所作已办？今或因诵经坐禅，勤行苦行，有小疾病，便言诵习勤苦所致，而不自知，不作此行，早因终亡。因此行故，得至今日，且四大增损，疾病是常，乃至老死，不可得避。人生世间，会归磨灭，若欲得道，当依佛欲，唯而得者，无有是处。一切众生为佛语故，所以轮转三途，被因众苦。若如佛语都无修习，勤于诸法如旧头然，勿使一生无所得也。相与人人等宜痛切，五体投地如大山崩。奉为有世神以来，至于今日，今生父母历劫亲缘，和尚阿舍离同坛尊正，上中下座，信师谈悦，善恶知识，诸天诸仙护侍四王，主善拔恶，守护持咒，五邦龙王，龙神八部，广集十方，无穷无尽，一切众生皈依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维卫佛，南无世契佛，南无随摄佛，南无拘留孙佛，南无拘那含佛，南无迦摄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慈悲力同加摄受，以神通力复护整皆，从今日去至于菩提，四无量心六波罗蜜常得现前，四无碍智六神通力如意自在，行菩萨道入佛智慧，同化十方举灯正觉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重复至诚善摄心念，相与以德入归信门，唯因秉义以去向为奇，于内外法莫复流难。若本业不明，自不能造，见人作福，唯因讲劝，弹指合掌，明尽其德。不以起心生诸妨碍，使彼行人心成阻退。若是不退，彼尽如故，彼既无减，唯当自损，空垢是非，余生何益？若能于善无有碍者，可谓何道，有利大人。若今作爱，于未来世云何能得通达佛道？就理而寻，损害实重，阻他善根，罪真不轻。如户口经说，有一恶鬼，形状丑恶，见者毛竖，莫不畏惧，生出猛焰，犹如火炬，口出蛆虫，无有穷尽，脓血珠衰，以自延伸，臭气远彻，不可亲近，或口吐焰，肢节火起，举身嚎哭，东西驰走。是时满足罗汉闻恶鬼曰：汝宿何罪，今受此苦？恶鬼答言：吾往昔时曾作沙门，炼浊滋身，浅贪不舍，不护威仪，出言粗恶。若见持戒精进之人，则复骂入偏眼恶事，
自恃豪强，未尝不死，造于无量不善之本，而今追忆，悔无所补。宁以利刀自结其舌，从结至结，甘心受苦，不以一言诽谤他善。尊者还阎浮提，以我形状，借诸比丘及佛弟子，善护口过，勿忘出言。设见持戒，故持戒者，念宣其德，无受鬼身，经数千劫，终日敬业，备受处毒。若此报尽，复入地狱。是十二鬼说此语已，举声嚎哭，自投于地，如大山崩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如今所说大可不畏，只以口过，祸报累劫，何况其余不善之本，舍身受苦，皆有作业。若不作因，云何得果？若有造因，果中不失，罪福不远，身自当知。譬如影响，不得舍离。因无名生，亦因而死，去来现在，行放逸者，未见世人而得解脱，能守护者受福无穷。今日大众一个惭愧，洗碗身心，忏谢前咎，格故不造心，诸佛称叹。相与从今日去，若见人之善，莫论成与不成，久与不久，但使一念一顷，一时一刻，一日一月，半年一岁，以资胜于不作者矣。所以《法华经》言，若人散乱心，入于塔庙中，亦称南无佛，皆已成佛道。而况有人能发如是大心，勤于福善，不随喜者，甚所悲念。众等自为，无始生死以来，至于今日，已因有无量恶心，阻人甚善，何以知然？若无世事，云何今日与诸善法多有流难？禅定不能习，智慧不能修，少时礼拜，以言大苦，暂执经卷，复生厌怠，终日劳扰，起诸恶业，使此身形不得解脱，如残作茧，自淫自服，如蛾复火，长夜交然。如是等障无量无边，障菩提心，障菩提愿，障菩提行，皆由恶心诽谤他善。今始觉悟，生大惭愧，起嗓求哀，忏悔此罪，唯愿诸佛诸大菩萨以慈悲心同加神力，令众等所忏除灭，所悔清净，所有障碍无量罪业，应尽忏悔，尽尽无余。相与人人等一痛切，五体投地，皈依世间，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善德佛，南无无忧德佛，南无旃檀德佛，南无宝师佛，南无无量明佛，南无华德佛，南无相德佛，南无三乘行佛，南无广众德佛，南无明德佛，南无狮子游戏菩萨，南无狮子奋训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相与胡跪合掌，悉念口言：众等从无始生死以来，至于今日，未能得道，受此报身，于四世中曾无舍离，贪嗔嫉妒，三毒炽然，起众恶业，见人不施持戒，自不能行，不能随喜；见人忍辱精进，自不能行，不能随喜；见人坐禅修智慧业，自不能行，不能随喜。
如是等罪无量无边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又复无始以来至于今日，见人作善，修诸功德，不能随喜，行住坐卧，于四威仪，心无惭愧，骄慢懈怠，不念无常，不知舍此身形，应入地狱。于他声色起种种恶，丈人建立三宝，心显供养，丈人修习一切功德，如是罪障无量无边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又复无始以来至于今日，不信三宝是皈依处，丈人出家，丈人持戒，丈人布施，丈人忍辱，丈人精进，丈人坐禅，丈人诵经，丈人写经，丈人斋会，丈人造像，丈人供养，丈人苦行，丈人行道，乃至他人一毫之善，皆生障碍。不信出家是远离法，不信忍辱是安乐行，不知平等是菩提道，不知离妄想是出世心，致使深处多诸障碍。如是罪障无量无边，唯有诸佛诸大菩萨尽知尽见，如诸佛菩萨所知所见，罪量多少，今日惭愧，八路忏悔，一切罪因苦果愿起消灭。从今日去，制作道场，行菩萨道，无有疲厌，财法二施，无有穷尽，智慧方便，所作不空，一切见闻无不解脱，相与至心，五体投地，仰愿十方一切诸佛大地菩萨一切贤圣，以慈悲心同加神力，令六道一切众生已经忏法，一切众苦皆悉断除，离颠倒缘，不起恶觉，舍四趣业，得智慧身，行菩萨道，不修不习，恨怨早缘，速登十地，入金刚心，成等正觉。忏悔第三。今日道场，同业大众，今言：在凡未知福，在圣未知解。福即是三业所起之恶，解即是三业无碍之善。一切圣人安心思在，深智方便无量法门，明了众生善恶之业，能以一身作无量身，能以一行种种变现，能促一劫以为一日，能延一日以为一劫，欲停寿命则永不灭，欲现无常则是涅槃，神通智慧出没自在，悲行视性坐卧虚空，履水如地不见险难，毕竟空寂以为七指，通达万法空有具名，成就辩才智慧无碍，如是等法不从恶业中生，不从贪嗔嫉妒中生，不从愚痴邪见中生，不从懒惰懈怠中生，不从骄慢自养中生，唯从谨慎不作众恶勤行善业中生，何处见人修诸善业随从佛语，而有贫穷者，有丑陋者，有龙残百疾不自在者，有卑贱为人凌蔑者，有所言说不为人信用者，今已深证，若有一人随从佛语修诸功德，不为自身而得恶报者，宁以我身入阿鼻地狱受种种苦，使此等人得恶报者，无有是处。今日道场，同业大众，若欲舍凡入圣者，当依佛语入教修行，莫辞小苦，生懒惰心，一自努力忏悔灭罪。今言
最从因缘生，亦从因缘灭，既未免于烦累，处相多迷，自非自以忏悔，无由出离。相与今日起勇猛心，发忏悔意，忏悔之力不可思议，何以知然？阿舍世王有大逆罪，惭愧悔责，众苦亲受，又此忏法令诸行人得安稳乐，若能自克努力披尘，至道其丧，忏悔皈依，毕竟为其者而不通感诸佛，未知有也。恶业果报影响无差，应当不惧苦道忏悔，各个至心等一痛切，五体投地，心念口言，作如是说，遥请诸佛同加哀悯，愿救我苦厄，大悲覆一切，普放净光明，灭除痴爱明，念我及一切方因地狱苦，必来至我所，使令得安乐。我今其手里闻名救厄者，我今共皈依世间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金刚不坏佛，南无宝光佛，南无龙尊王佛，南无精进君佛，南无精进喜佛，南无宝火佛，南无宝月光佛，南无现无余佛，南无宝月佛，南无无垢佛，南无离垢佛，南无狮子幡菩萨，南无狮子座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佛法浩瀚无涯，读诵大圣经典，既能开发智慧，更丰富生命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，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九，日天，又称日天子、宝翼天子、宝光天子等名。日天原是印度神话传说中的太阳神，佛教说他是观音菩萨的化身。他住在太阳中，太阳里有他的宫殿，称为日宫。他在一年之中循环于须弥山中腹，遍照四天下及四大洲的白昼，它与守护黑夜的月天对应，也由四天王管辖。十，月天，月天又称月宫天子，原是古印度崇拜的月神，佛经说他是大势至菩萨的化身。大势至意为宝吉祥，月天即为大势至菩萨化身，所以又得名宝吉祥天。月天住在月宫中，他的身边也有许多美丽的天女陪侍，据说他有500岁的寿命。关于月天的形象，印度和中国所传各不相同。他在印度为男性形象，佛教传入中国后，由于中国文化中也有月神崇拜，而中国的月神又被阴阳学视为阴性，这样印度的月神受中国月神信仰的影响也女性化了，并且还吸收了中国月神的形象特征。他的形象通常为
美貌后妃装束，头冠中槛满月，月中现兔形。十一，金刚密集力士。金刚密集力士以知晓如来一切秘密事机而得名。经光明经记载，他是大鬼神王，与五百夜叉原都是大菩萨，为护持众生，保护佛法，他们才屈尊做了佛教的护法神。他行动十分敏捷，在佛教护法神中以结集著称。他常侍卫在佛陀身边，得到佛陀信任，佛陀常把一切秘密要事委托于他，佛寺常把他供奉于寺院山门殿内，其形象较为特殊，一般为红色脸膛，怒气冲天，全身肌肉鼓胀，劲健刚强。明代以前，佛寺都只供一尊密集金刚。明代《封神演义》问世后，书中虚构的哼哈二将取代了密集金刚。十二，摩西首罗天。摩西首罗天又名大自在天，是印度教崇奉的主神。佛教收入摩西首罗天后，把他奉为十地菩萨，故他的塑像也为菩萨形象，头戴宝冠，身着菩萨装，骑白牛，八臂三目，手持斧子、铃、杵、举尺，立像常掠去白牛。大自在天主要为密宗崇奉，密教把它视为大日如来的化身，它的诸种形象也主要出现于密宗寺院里。十三，散支大将，又称密神。他原是印度婆罗门教中的夜叉神，为北方毗沙门天手下八大神将之一。他统领二十八部天众，经常巡行世间，赏善罚恶。有人说他是鬼子母的二儿子，但多数认为他是鬼子母的丈夫。他的形象为金刚模样，面为红色，满脸怒气，手持降魔杵。接下来请收看早课